本身我同導演都有傾嘅，跟住就我哋好想建構到一個好似實驗室嘅物體啦，即係因為我哋今次呢個 MV 嘅創作，無論歌嘅創作都係 come from 導演一套電影叫做 Lobster， 跟住之後係如果你去到30歲，你仲係單身嘅話咧，你就會變成一樣嘢咯。咁而嗰個世界就係建構住你仲係單身嘅話，個女王就要將你變做一樣物品咯。咁我就係，但係就違抗咗呢個命令，最尾遇到呢個單身樂隊，跟住之後同呢班單身樂隊自由自在地揾到自己生活嗰個價值咯。其實對上一次係人類群星閃耀時已經同靠叔一齊有 MV 嘅表演嘅啦。跟住好開心咯，即係今年其實我自己組咗叫做 One Orchestra， 去諗住 for 自己 live performance 嘅演出嘅啫。咁但係最尾原來有機會可以喺呢個 MV 度齊人嘅時候咧，即係平時佢幫我哋錄樂器啊，即係唔同嘅人咧都有幫我嘅歌手嘅，由從零開始的新世界。跟住呢首歌又幫手編曲啦，咁仲爭 Herman 一個人嘅，即係 The Hurst 個 Herman 啦。咁要去 join 到咧，其實就好似六神合一嘅感覺咯，就喺呢個 MV 度，大家都有佢嘅造型啊，跟住之後用佢嘅角色出現啊，咁樣咯。因為 MV 嘅拍攝朝頭早7點拍到call time 帶 con 之後去到夜晚黑3點幾。是啊，差不多20個鐘咯，跟住對 con 已經乾到就係甩出嚟，我一眨眼就已經甩咗，帶唔翻咯。咁去到最尾個 part 就決定除咗佢咯。我覺得辛苦都值得嘅，因為見到出嚟個製成品，無論拍嘅 shot 啊，都好好玩咯。我覺得今次比起 MM7 仲瘋狂啲咯，即係無論佢嘅 pops 啊，佢嘅 setting 啊，好似都已經係建構咗係一個瘋人院嘅世界咁樣咯，跟住之後我嘅裝咧都係勁，即系 MM7 嗰陣已經勁啦，但係佢仲，我覺得仲勁過嗰陣咯。